电音三太子蹦蹦跳跳，他们是中华民国外交部国际青年大使团近来访问菲律宾马尼拉，带来台湾味十足的表演，用热情感动观众。在我们表演结束之后呢，还有许多侨居的华侨的学生，他们跟我们索取签名，就是前所未有的事情，就是就像自己被像是明星一样的对待。我觉得身为青年大使，我们真的要学习这个莱西姆大学这个学生他的这种热情，他的亲切。那特别是台湾，如果我们积极的想要跟世界做交流，让世界看见台湾的话，我觉得我们的青年真的也要学习这种发自内在的热情。这个青年大使团由前驻菲代表李传通领军，连日走访菲律宾众议院、文艺学院和马拉坎南宫博物馆，也造访了当地贫民村，深入在地人的生活。这个社区基本上是一个比较贫穷的社区，但是我们的团员很愿意跟他交往，让他们能够交流，能够了解，互相了解。国际青年大使团结束马尼拉行程之后，继续前往下一站马来西亚，未来还将走访泰国和印度，完成这一趟国际交流之旅。